上好。等一下哦，头发好乱，头发好乱，知道忘记时间。等一下哦。Hello，Hello， 晚上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今天要用什么？用小扇吗？今天灯光怎么怪怪的？这样吗 ？Hello， 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刚吃饭吃到忘记要直播了，还好赶紧回来。手机先充电一下。Hello， 豆豆。Hello， 豆豆，黄云晚安 ，Sayo 欢迎。Hello， 音瑶，好，亚麻路虎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哆啦 A 梦晚上好 ，Lock 晚上好，亚麻路，Hello 林瑶晚上好，加速晚安，我来了晚安 ，Hello 月方哥，罗月方哥欢迎，西门吹雪晚上好，阿翔晚上好，众思梦晚上好，草莓风晚上好，第一晚上好，大仔晚上好，你小声一点，哎，外面小声一点。大家先赶快进来，因为大家先赶快进来，因为半个四九二七三三二晚上好，做好扇子就开播了哇！做好扇子就开播了哇！我们 Hello Go 欢迎日常表达表白我爱你 ，OK 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三毛。勾魂脉，勾魂，勾魂脉。Hello L Y U Y，Hello L Y U Y。这首歌，我好像是要这样子吧，今天有点怪。欢迎米酒晚上好，丹绿晚上好，待会po的双眼欢迎你，只要有这个心。分享啊，全市里晚上好 ，Google 晚上好，好卡丘晚上好，易晨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冷南莲晚上好，空空，洛丽夏晚上好，空空晚安，刘德华晚上。西苑晚上好 ，Hello 一九九一晚上好，我弄的标给阿丽看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很。梦之桥欢迎，你们猜猜我今天的。还好没有看到什么地址。
瑶晚上好，祥德爱古堡欢迎你，南宫木南欢迎你。机器人欢迎你。我的床变到这。大家觉得不一样吗？我的背景。晚上好，嘎逼佛三章志玲，欢迎家书。晚上好。好了，你做完了吧？你现在要破。安安呀，娇娇，秦虎，欢迎晚上好。我的应援棒不简单，欢迎又晚上好。大力水手晚上好，我旁边都亮亮的，好美啊！这特效好美，可以停留一直停留吗？会想加速的四叶草，会想加速的四叶草，泡浴晚上好。来看看。那马上去看。那马上去看。子丹丽，欢迎今天吃，很好看，它的环，好可爱。阿丽就吃那个煎饺。小猪耳朵欢迎，不抽了，这转盘太坑了，加油！祝大家今天就要见面了，好开心哦！我心里是很……谢谢加速的四叶草，你还在？重量欢迎妮妮，晚上好。传说，知习法晚上好，命晚上好。好好吃哦。我就要拿个枕头什么。Hello， 七七五晚上。各位，垫个屁股好了。Hello， 本娃晚上好，姑姑晚上好，晚安。你晚上好。哇，陈家树在幸运。100分，本王谢谢你的四叶草，即刻出阵欢迎。郑东谢谢分享，明天见不？要说几次？昨天也说，今天也说。谢谢，我都抽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抽。再忙请，再忙请，再忙请，欢迎6578，欢迎呱呱，欢迎。被坑了7次才给一个奖，哇，真是的。一定会好奖。欢迎三幺，谢谢分享。是哈罗王，我不是。哼，我不是。我去把门关上。那个。家人洗澡声音太大声了。
我今天自己移了我的床位，把它移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就可以看到我的后面是我的床，美丽的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小床，还有我的窗帘。金门草莓讲欢迎，我看英主周日那场的耶、yeah, 本丸坐很前面吗？朱迪晚上好，谢谢甜不辣的玫瑰。古阿莫欢迎阳光光就显得玫瑰，朱莉安爱的魔方书呢，水水晚安，小白跟小新，对啊，然后之前那个大大的小新我把他超舒服超舒服，应该知道是我说哪一个叫哪一个小新，应该有人知道该说哪个小新，那个我家人把它当枕头，他觉得很舒服。然后是被抢走了，但我没有送给他，不是借给他。这样本来说什么，刚刚看，然后谢谢中间的枫叶，上班路。理论上会去拍，好，丽丽记得会摆好，没问题。本王你会戴什么帽子之类的吗？白色帽子一样吗？朱莉安谢谢的枫叶，后天是我的卢卡女神那场，虽然我没有去，但我有研究，怎么样的研究吧？陈晚上好，晚安呢，阿丽你锅贴啊？嗯，我锅贴怎么样？栗子晚上好，我好像。晚上好，这次坐侧边哦，不错，我只觉得坐侧边很幸福。 NA Lee 欢迎，难怪床上东西一样东西不一样，原转我头贴有哦。啊对耶，就是那个小心小猪耳朵被你拍到了，你的大头贴也太可爱了吧。我是说你吃锅贴少打了什么，少打了什么。 Kevin 欢迎，你不是 Hello 王，我是 Hello 王，哈哈，是我啦，对，就是你。讲了什么东西你大概没记起来，侧边是香香洗，真的香香洗。我们这边没下雨，难得这边没下雨，今天下小小的，但没有很大。大大力欢迎，友婷欢迎，够欢迎，晚上好。两全两美，欢迎。那不是你上的，今天没香蕉牛奶，那我可以喝优酪乳吗？各位宝贝们，我们宜兰忽大忽小，忽小忽大。其实我们这边也是，其实我蛮喜欢收到，我不是跟。不是说收集娃娃啦，就是我喜欢抱着基隆下到我那有18岁那一年吧，然后有去做大概几个月，我几乎觉得每天都在下雨，根本没有好。那基隆真的是一个雨地，是它的下雨天地，真的超容易下雨的基隆。
喝鼻涕，夜空欢迎。等一下你又扁，又要扁扁了。中横，所以我现在要，我先去拿，先退兵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回来了。变这样其实有点，我没有觉得很好看。又，我们宜兰比基隆爱晒有吗？屏东欢迎，基隆人不是阳光普照，都带伞出门吗？真的是很常下雨，但带晚上好，雨都基隆。Only 之前的金话筒，晚上好。我今天真的是喝牙糖，没有，我再不喝等下就过期了，因为我好像买了很多天了还没喝。西兰晚上好，先猜是 A B 什么 A B 优酪乳，对啊 ，A B 优酪乳都喝 A B 优酪乳，可是我都喝无加糖，因为我会喝，但我不常，都喝无糖比较多。西兰晚上好啊。晚上好，东改西改，西北也很会下，新北也很会下，真的吗？无糖超爽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。对，我今天，我觉得我房间这样子，我想要再改一个，因为我最近都会打开小红书，看人家布置房间，然后我觉得很认真看，认真看，然后我也想布置成那样，可是我就是因为我房间比较小一点，然后。Hello， 师徒建明，欢迎。是的，我早上起床就看，真的、哦，宁哥欢迎 ，Lock 欢迎。你帮我妈买菜，三个菜都是蛋，你买的都是蛋。欢迎，如果是你妈，我会发疯。安，晚上好。怎么觉得今天的镜头怪怪？我要这样，要这样放。哦，明天好期待啊，好紧张啊，紧张啊，就是你现在当下会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会觉得哇，好紧张，怎么办？怎么？明天很紧张。炒蛋蒸蛋蛋蛋奶原奶宝晚上好，卡拉晚上好。想吃蛋，但是我觉得乳妈应该要发疯吧，买了那么多蛋。妈妈没有买菜，所以配菜都是蛋。哦，真的哦，哦真的哦，对不起，那也没关系，享受过程就好。我也好紧张，我在 M 五你们面对。小猪晚上好，是我早餐可能每天早上起床，我就是如果没有吃馒头加，我如果要吃馒头的话，我就会馒头加蛋，然后茶叶蛋、水煮蛋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没有切到水果，然后在外面捏蛋吃，一直吃蛋。然后晚餐就不会吃蛋，就是早午餐的时候会吃蛋。你的近视我已经习惯了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有时候太容易跳过下一段歌，下一段话。立蛋，立蛋的立，确定哦，用得很棒。端午节要立蛋，没错。翠翠晚上好，
阿丽，你可以听一首歌叫《蛋》，好，叫《蛋》，蛋好，叫《蛋》。这首歌那么特别，就叫《蛋》吗？汤姆，晚上好。是谁的歌晨？昨天睡是谁的歌晨？昨天睡。昨天看到又想哭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加蛋好，加蛋。确定这个前奏。下次我想吃 B A G 欢迎憨憨塔瓦哥，晚上好。昨天跑外送，结束也去喝了香蕉牛奶哦。错过了英主的手，你住哪儿啊？阿鲁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您今晚安，不要打我，没有要打你了，是觉得你很吵。他们叫我听的这首歌，早餐的时刻我就是要，没事你继续。魔法嘛，魔法嘛，阿丽被传教了，他们都在那边乱叫我听歌，我要听回我原本，我要听回我原本这首歌，之前米娜的爱歌，真的、哦、好可爱啊，米娜前辈，因为米娜前辈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，她保有的那个天真还有单纯的样子，你会吸引，而且因为米娜吸引，而且。因为 Mina 前辈的声音，你们大家都知道起来，你大家看到他，然后他讲话，因为他的外表，你有更搭了。其实你有更搭了。其实他会在团里面是一个很，就是很记得他，就是从我第一开始进来，我最喜欢的，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林忆莲。蜜娜前辈，再就是小弟，这样。记住的是这三个，还有思雅前辈，因为思雅前辈是队长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四个，直到进入分，哎，我们的头目开始就是也是觉得哦，头目真的很可爱。娃娃晚上好，娃娃音，蜜娜多久没听过了？本晚我也是这顺序，两个真的很搭，谢谢，不是很搭，是我们两个很好。你看我说出这种话，他在心里暗，应该让你暗爽，让你暗爽一下。你要不要回下次回？哎，轻松谈，然后让你开心，好吗？代表你真的是。因为我今天我跟我家人很好笑，今天
我们就在，我就在问我家人说，哎，你们以前喜欢什么？什么？我家人就说，我家人就说，什么的。然后齐秦，齐秦就是很。形式你们应该知道吧，然后就大家新闻不是大家都知道，然后是难怪齐秦会出这么多好听的。家树得偿所望，小达晚上好，玉婷晚上，你没讲错哦，好，没讲错。 Hello，谢谢加速烫鼓励，郑东谢谢你的枫叶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三友，没事没事。像我等一下要 写一点，对，我要先写一些东西，不然加速的红包，对。谢家树，他不是姓谢，谢谢。朱莉红包对，赔哪吃不赔红包对，赔哪吃不赔。好啊，赔起来。朱莉恩谢谢，谢谢你的枫叶。再陪你啊，再晚都陪你。对，我今天播到十点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慢慢陪我。然后我等下真的要做一些很认真要做的事情，我再不做的话，我可能。等下又会很晚睡，不要写情书给我，不会，谢谢。明天我在台北、台中看，陪各位看公演的。好的，我们心与你同在，我的表演的心也与你同在，好吗，娇娇？好吗，娇娇？我的歌怎么不见了？手机宕机了，全部划掉，手机太宕了。阿姨怎么知道刚刚这首歌？我有买她的 CD， 我就是都会随便听的。阿丽晚上好，小姐晚上好，可以啊，我收到了，好，谢谢佳佳。要几封啊，阿树，不要理他，你要给他吗？好，香蕉牛奶你写给他啦。晚上好啊，我明天这样演出我觉得好害怕，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啊，心里的所有焦虑都会在前一个晚上爆发出来，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，而且对啊，这两天嘛，然后还有那个，我们还有那个，对，你知道的，你们知道的。啊，学弟不写给我，香蕉写给三友，香蕉写给三友，阿丽可以的啦。哦，会很紧张啊，老鼠老鼠欢迎，杨兄欢迎。这个白眼翻得很自然，这个就是属于他的白眼。记得彩带丢到我脸上就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不要怕表演前想想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别慌，你行的。上次都挺过了，是没错啊，但是又要面对这个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 Oh my god， CJ 103好像好，我没办法当下克服现在这个心情，我现在会很焦虑，就是会整个人，我觉得我今天还好我有排直播，因为其实我现在有排直播代表是一个很好的跟你们聊天的，因为刚好你们都在嘛，然后明天又公演又是你们看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还好我跟你们聊一下，至少心里就不会这么紧张，但是还是会紧张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很紧张，而在那边胡言乱语，一直乱说话，然后也不知道我现在说什么，反正就是一直在讲话，一直在讲话，不想停。好，我停了。今天其实今天说话要温柔，话要温柔一点，要细，要小声一点，因为明天还有演出，所以怕我的喉咙会很痛，所以等一下我讲完话呢之后就要认真的
写东西、背东西，还有记一些东西在笔记本上面。然后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吵。好 ，OK， 我先不要讲话，有点累。晚上好，微乳，晚上好，杨公公，晚上好，梦想，晚上好。好，没事啊，必要过程一下子就过了哈，没事啊，必要过程一下子就过了。OK， 我看到你的时候也是 Oh my God， 为什么不 Oh my God？ Vivian 欢迎，晚上好，一晨谢谢你的金话筒，忙对你的。今天语文轮次的阿丽好可爱，谢谢你落云霄，不能帮你什么，但记得我们的存在就是你的力量，存在的力量这首歌很好听。本来妹子晚上好，我先给阿丽的信，我来快写信给我娇娇宝，来快写信给我娇娇宝。喂，晚上好，杨公公晚上好。没关系啊，就紧张，就好好的紧张，就接纳自己紧张的情绪。本娃你是讲什么话我都觉得不愧是我们的本娃啊。Hello， 杨公公，没关系，我开到100了音量。本娃每次都会讲出 OK， 当下就是好像紧张了，不要讲太多，谢谢大家。不枕头，妮妮31031147三四楼晚上好，下播看一下限动，我现在就可以看了。Misa 少晚上好，圆燕欢迎，我也紧张，你也紧张，你明天上班就是可。柠檬晚上好，这网络怎么了？待会睡前再来，睡得这么好。哟，晚安。你刚刚不是说常常讲话吗？林博士是什么意思？晴虎晚上好，明天期待，你也会来吗？看一下，让你开心一下。哇，怎么吃完咸的就想吃甜的？最近都没在打嗝为什么？我看限动又没东西。你要我看什么？全家说。我想睡觉了，吃螺丝就是一只卡子、哦、真的、哦、你想打个毛想睡觉。吃饱睡，睡饱吃。九代晚上好，会哦，不过看买不买得到现场票。现场票可以买哦，可以买现场票，那我叫我家人去买现场票。通常买得到吗？你去看我限动就知道什么是吃螺丝。好，我等下去看。今天拿到2周年的包裹，不用换就拿到你的照片，耶、yeah! ！没看到就算了，就没看到就算了。就晚上好。阿丽，欢迎，晚上好。好紧张哦，我家客户好哇、哦、嗨，阿丽欢迎，干嘛？这个由来是什么？小星星是的，欢迎。是那我刚忘记擦乳液，等下来剪个指甲。
see. 就是因为进来你讲欢迎很好，欢迎林冠仁，欢迎圈圈。我说不要乱用啦，吓死！好了，去变回原名字好。我随便逛逛也没地方去，那欢迎你来我这啊，就是看我用指甲。Cause you're amazing. 会让指甲变得大颗一点。变回哇，是你，欢迎战士，又是晚上好。叫了一声，我隔壁同学看了我一眼，我就这样跟他互看了一眼。对不起，你都说网络不好，等你好再看吧。啊，我下去看，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看，应该可以看。刚刚有点跑不动。又标记我了，哦，我的腰好酸哦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酸呢？可以问问为什么我的腰这么酸吗？我有做什么事吗？真的很酸哦，今天一整天都哇，超酸的，酸到不行。好哇，哦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再认真看，不然等一下看到然后我有什么情绪被你们知道就完了。啊，应该是因为太正了，什么太正，跳舞太厉害，没有，坐姿不良哦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坐姿蛮正常的，跟我一样随风飘荡，大家都是随风飘荡。杨乃晚上好，花生神牧师晚上好。哦，我是真的有点哦。夏洛特晚上好，戴戴晚上好，很累吧？我每天整的身体都很酸。哦，好啊，来帮我按摩，就是希望有人来帮我按摩。有闪到吗？不是，就是啊，不知道，就是会觉得今天一早起床，可能昨天睡姿不好还是什么。哦，就是我今天一整天都是处于在很酸的状态上，因为我今天有去练舞嘛，我自己练舞，然后看到就是我练不下去，看到就是我练不下去。Dream 欢迎，我真的是练不下去了，因为 Reset 的歌嘛，然后我练到一半，然后就哦真的不行，然后我就。不然通常我都会自己在舞蹈教室可能会待好几个 一整个下午到晚上这样，然后就我下午去啊，然后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，我就大概躲，然后也没有认躲，然后也没有认真跳，因为真的是腰太酸。Hello 周逸轩晚上好，那个来不是，我已经走。阿宝欢迎，谢谢分享。阿奎晚上好，而且还有很感谢是我，你要按摩器吗？有哦，就也在算哦，好辛苦哦。顾哥晚上好，嗯，鲁神晚上好，阿米晚上好。我觉得你们这种工作都很，因为我以前也是有工作，有人打来，有人来一打按摩。我不要啦，真的不要，那很贵。
我只要你们情侣上秀手就好了，亲亲一晚上。那我不想使用按摩球，谢谢，只想晚上。讲到痒就会想一直伸懒腰。先当小天使好了，秀巧，秀秀。我现在在刮我的，露露你笑笑，晚上好，阿哲晚上好。不想用那只好玩，不想用那只好玩。每天都不用烦恼喽，每天一个。这样子我的生活服务我，还可以帮我拿个果汁，先帮我按摩，然后是小公主，我把按摩就是小公主，我把按摩。哇，那我期待去挖，希望哇，那我期待去挖，希望。哎，阿哲，你工作没开工和下班？我不辛苦啊，贴心小可爱晚上好，阿哲晚上好，一晨晚上好，新人店长晚上好。打篮球的时候没有这么，就是不常腰酸。刮掉吗？怎么刮？这也是可以刮掉的、啊。最好按摩椅能埋在上面，阿大欢迎，期待你挖到。好的。对啊。希望你们可以赶快有这种专人服务。那么虚弱，快啊！讲讲到底什么时候可以？科才好啊！要先想要是哪一科。就要修个指甲，我想这些都是明天的工作。你懂的。欢迎，晚上好呀。在树上磕阿丽好正，哇，那我也很感动。1.5米深的洞，才可以把它塞下去。嗯，看一下哦。我史努比，那不是傅伟，欢迎。晚上好。再剪指甲。Hello。
加啊。三伤痕，你说我吗？哎，我真的，我大腿那边的那个。就完全两个黑黑黑的，很丑，超级丑的，没有好，而且还长在同个地方，两个地方很近的图案，谁用你的图案？我今天看到我的伤，我快哭了。我就觉得啊，其实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只要长痘痘，不好，你要赶快换什么啊？我皮肤，我就会很心情很不好。赶快换，不要哭了，我先哭。我今天不能哭，因为我今天哭的话，我明我的眼泪，不能乱哭。最近真的要换，我在想要什么样的，我给你们看。对，没错，我今天真的不能哭。如果像昨天一样再哭的话，所以啊，为了水肿着想，不然明天我……那你赶快哭，我想看你想，我想看你哭。你觉得我要买，还一样买黑白？你们觉得我要买？你们觉得我要买？那是单人床吗？阿卢，晚上好。我现在的窗帘就是灰色，但是我想说要。Hello， 灯火，晚上好。那我把两张卫生纸。北欧传单我都会打哦，然后拍起来发现洞，我觉得色彩缤纷的比较适合你。我刚喜欢素色，我刚开始买这个，你看我想现在不行，现在在上课。好，冬天一点的颜色，冬天一点的颜色，你们觉得什么？还蛮好看的，你们觉得嘞？我刚刚给你们看的，我再给你们看。可是，我的妆好像真的比较适合灰色。米娜环，你们的床单是什么颜色？你们可以跟我讲。你们很注重那种床包的那种，冬天灰蓝色、蓝灰色、黄色刚好也是你喜欢的颜色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要不要棕色、米色？我是紫色。那这个嘞，这个很可爱，思涵晚上好，可以啊。
不要就算了，不理你。你是蓝色，所以你知道，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香蕉牛奶，欢迎晚上好，阿翔晚上好。不行，博弈晚上好，思涵晚上好，棕色吗？你加速你是棕色，你加速你是棕色。啊，我现在好难抉择，我现在要什么颜色好？不知道什么颜色？怎么没有礼貌？哎，晚上好，博弈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博弈晚上好。嗯，嘎比五颜六色。阿翔晚上好。哎，紫色，这种颜色蛮好看，蛮可爱的。这应该也蛮色。小碎花那种。伴随偶像大家，大地喜欢什么颜色我就喜欢。大地，你说雨露。你说晚上好，我的灰色稳重的色系嘛，其实我觉得蓝色那种很，不要听这首歌，真的是大家都喜欢的。鸡尾包欢迎，干嘛我哪是叛徒，奇怪。我就觉得不搭，就是跟我本人，其实我很少穿粉，我其实真的是上了 AKB48， 不然我之前衣柜真的都没粉色。你看我生日会我几乎都穿粉耶，几乎哦。你们有察觉这件事吗？为什么不能紫色？都是你是粉粉，哎，不是，为什么我是粉粉粉粉白？对啊，我喜欢黑白，而且我最主要很喜欢白色，是一个给人家很纯净干，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次试镜在，我只要是就是出选什么啊，或是表演什么的时候都穿白色，因为我觉得白色就是很干净。这样 CHH 欢迎金米周选的。应援棒，我穿白会显胖一点，因为黑白不会雷，真的。你看那个谁直播，不要一直密我。说明天，好可爱。我们因为，然后我就我们昨天吧，就一直在讨论那个内容，然后就很好笑，他们真的是很好笑。我们每次讨论之后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好笑。阿诺雨林，跟他哈喽，他等下会不知道会不会来？哎，他真的来了。偷约我啊！明天要不要先吃饭啊？如果我们一起怎么样啊？什么的，张琳的真的来了，你看收藏前，然后我们都会先偷偷私约，先不跟原子族。你是预言家吗？笑死！
昨天很可爱。你说他那个直播吗？我知道他有跟我说他办那个色。等一下哦，跟我们的雨林，他一定觉得我很傻眼，因为我在群，他一定觉得我很傻眼，因为我在群组里面讲了一些很好笑的话。钥匙圈的那位，对啊对啊，哦对，是爱丽丝公主，对对，哎，那个好像在那边吧，忘记放哪里。我放在我的有一个化妆包的上面，不紧张，我紧张，我就是欢迎晚上好，都不约我，好啊，约起来，撒友，笑死，你又在笑什么？笑死，你又在笑什么了？你是看到我留什么言，然后你笑死了是吗？是我在群组说的话，你笑死了是吗？北原神探晚上好。刚刚指甲剪一个太短了。到底是怎样？别问。你不要再笑吧，钥匙圈被显。你不要再笑吧，钥匙圈被显。我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！谢谢张琳，张琳干嘛送礼？你这样不行哦，我们明天就要见面。希望我们明天啊，原子族。大家都来，哎，是不是有人去告状？是不是有人去告状原子？原子报，超想再给你，我快发红包，快发！哎，他们进来可以改访吗？告状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这。好，红包时间到，真的，快点张林，红包也抢完了，也太夸张了吧！原子弹跟章鱼堡，秘密欢迎 CHH 欢迎，笑死，你没有抢到吗？谢谢加速宝，对，谢谢加速，谢谢红宝，哎，你们都抢，不说，不说，谢谢原子族的金话筒 ，Vivian 欢迎。我好开心哦。你不是在打游戏吗？分对，加速100分，对，祖祖进来我们就要100分。可以用手机看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原子祖今天整理房间，因为我今天也在整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原子就说啊，我也来整理我的。就是有些衣服，就是我不是想说，哎，是不是适合别人，我就给别人这样。啊，稳稳的在这里 ，OK。Plus 欢迎，还有
蜘蛛，他应该是乱中有序的人。我觉得因为他都是真的，我觉得他因为拿了很多衣服去，那还是乱。可是我觉得他，我也是乱中有序，好不？却每出门一次，我的那个衣服，难道不知道是在干嘛？就是很像你的衣服为什么都丢在床上？对，我出门就是很赶，那现在盖第二座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我的那一座做小三给自己了。干嘛讲小三美人鱼吗？你自己人蛮软，我开玩笑的。你的就是本来就是乱，都给别人，我还能乱到哪里去？家里，你可以问大家，超好笑的。我觉得你在那边整理家里，我哪有开始看？谁讲了？我哪有开始看？真的是宝贝，就宝贝，全世界全部回头。你们他公公也一样喊宝贝，张雨林才呛嘞，张雨林才呛嘞。然后刚很认真在修指甲嘞，然后突然你们进来就这么嗨。我刚才想说我不要讲话，因为一直讲话就会觉得明天我怕不会没有声音讲。因为有很多人在贵公园步道，什么意思？有可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麻良晚上好，祖祖该学学我那么专一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难怪现在很多人在贵公园步道，你是说那些滴滴们都在贵公园，公园步道吗？我全都要。阿哲晚上好。CHH 欢迎阿泽晚上，他只是二阶，他不是二阶，他是我的强，我没有开始强，宝宝强，我没有开始强，宝宝们爱罚跪。QQ 晚上好，公园步道先不要，对，我觉得先不要。张耀林干嘛进进出出啦你？旁边有谁在直播？有哪个前辈在直播？哎呦，滑出去了啦！公园步道等于健康步道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健康步道啊！你们人生要走得健康一点啊，不要这么的花花世界。我刚也是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们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没办法原谅，就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原谅，因为他们一定是去看别人，开始在乱怀疑。Leo 晚上好。可是我是贵主机版，贵主机版吗？有这个说法吗？有这个？谁准你贵主机版？主机版？佳树，你不要故意出去又回来好不好？杀了你！哎，什么意思？哦。哒哒哒。我等等回来，好，去忙你的。阿龙晚上好。张雨林的扇子做好了吗？沙友是吗？你的意思好了是？哎，明天呢？
我从静没被骂，看来只有家树被骂。你干嘛？看来只有家树被骂。你干嘛？阿卢来捧场。OK， 我看到了。你有自己没有脑袋吗？你有自己没有脑袋吗？翅膀欢迎，晚上好。翅膀欢迎，晚上好。香蕉，你也是。我以后不喝香蕉牛奶了，我生气，我生气。一凯，晚上好。嗷嗷嗷！被骂了，完蛋了，只好退追阿丽了，好哦。陈谢谢你的枫叶，加速谢谢追踪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什么意思？我很乖，我都完蛋了，只好退班。没有脑袋，谢谢。这么开心吗？卡秋晚上好。一层谢谢你的枫叶。韩剧不让我看了，只好看专心看阿丽了。我觉得你可以看啊，为什么？一晨不客气。Hello Meet， 欢迎雨林，晚上好。我们雨林又回来了，雨林宝宝。先问一下。先问一下，黄玉婉写韩文听力而已，这么厉害？你要去韩国上工作？肥奶，恭喜我们家的雨妮肥奶。打哭了，说明天加油，祖祖拜拜。那是什么？依赖是 Bye Forever， 欢迎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宝宝。佩拉晚上好。心若冰清，晚上好。
明谢贤的魔杖。哎，你干嘛一直在那边？你啊，张琳，你别，我这直播台是不送礼物的。天哪！哦，那边充电边。哎，我们明天公吗？一个小时哈。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那我先看一下啊。我没看过张雨丽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在那边再闹了好不好？宝妈宝贝，哎，我的妈宝贝，哎，我的平板快没电了。我有很多阳光，我都没有阳光哎、欸，我都没阳光，不然我就想去家里。哎、欸，我的手机怎么又响？你们先等一下，因为我的平板快没电。不用花钱，确定不用花钱。免费，花钱的就不收。雨林大手笔，我可以横着直播。又要充电，我也有小瀑布。等一下，我的那个，你们先等我一下。我这主播很不专业，等一下，我平板快没电了啦，等一下关机了，怎么办？哇，你们都在帮我一个月的粉丝团，怎么这么好？到底在干嘛？不是，我在用那个充电线，就关啊！不行啊，关了我就没办法跟你聊天，我时速要补到啊！我可以横着直播吗？我可以横着直播。好了，我这样拿了，我这样就是自己拿着，不然没办法。等一下哦。而且我手机跟平板都没电，我现在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先等我一下吗 ？OK， 我先拿着好，不然也没办法。
有练臂力吗？哦，还是没充到电哦，还是没充到电。嗯，不要晚一点给我喊避暑。办法，还没瞧好，因为办法，还没瞧好，因为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哎呦来了，好，我先这样子，先这样。等一下会有一点，我现在还是手背，臂。手臂，哎，手背是手背，哎，手背酸，刚刚那个凹我的，可以撑吗？好了算了，我觉得等下关机就直接关机，我没办法。都要买条新的线，讲了两个月都没买，我买啦。而且我现在手机也快没电。天哪！你们到底有买多少？臂、手掌、手腕都好，不要贪小便宜。你的我没有啊，我也是买大概有几百块以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什么都有？我觉得松烟好像什么都有。去挖一下，就是挖一下。一晚上 ，Hello， 点晚上好。晚上好，也可以买到那里去，就是你们所有人。姐姐安安安，你打呼？有。君翰晚上好，姐姐安安安安，玉凤宝宝。哇，两个都快没电了耶。对呀、啊、我现在很紧张，我现在平板只剩十，手机剩下20%。住在松烟的然后自己挖土住在底隧道。当地底人好了，好啊。建国欢迎，然后我们就为什么不能
鱼鳞来找你。来挖你，我要怎么挖你？那我需要带那个什么？Hello， 原叶，欢迎。把自己埋到松烟，哎，他是问号哦，对不起。很可怕的，我觉得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想办法，想办法。哎呀，我刚刚想说。哎呀，我刚刚想说，我今天哎，快要直播，那我手机剩10%了，我不知道他可以闹，那我手机剩10%了，我不知道他可以闹我闹奶奶。不好意思，团长，我的手机剩下10%，所以你，89，小姑娘，哈哈哈！我现在觉得很恐怖，我的手机越来越孝贤怎么来了？可能雨林在这边，他就来啦。张林为什么张林不能在这？请问团长，那么快聊天室了，感觉快聊天室了，什么意思？好啦，你们这边都在干？为什么都在这里？这里有什么意思？这里有雨林，所以孝贤才会来。然后菜一肉肉前辈，团长最近都来闹我，你知道吗？张林他最近都来捣乱我，团长。团长大大都在捣乱我的思绪，他要让我的脑神经爆裂，就是他害的。Hello， 修子，晚上好。我不能充电，因为我的线怪怪的，我刚刚怎么充都充不了。然后，所以等一下肉肉前辈会来吗？应该会哦，我下去密他。肉肉，雨林快骂他，骂谁？笑笑笑什么笑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是我不懂吗？你说我不懂，你说我不懂，好吧，我不懂，我是哈喽王，嘿嘿。我的线坏掉了，而且两条都坏了。刚刚跟面面前辈说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面面，面面。你就哈喽，我不是哈喽，我是美女，自己说，好笑。但要去买了，对啊，这时候可以来一首面面，我的手机来一首面面，我的手机快没电，所以我没有放音乐。张八岁在这，我要怎么捣乱？为什么他在这你就不会捣乱吗？啊，太棒了，张宇这你就不会捣乱吗？啊，太棒了，张宇。但不能充电，等一下想办法。你不懂不意外是什么意思？不意外是什么意思？不了，有自信不了，有自信的。所以我现在不能放歌啊，我想放歌你哦，你哦。我家雨林好霸气，不意外。我家雨林好棒啊，张雨林你真的好棒，你真是我的救星哎！我现在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哇，
我找到我的救星了。几把婚，看戏时间到了，100分，雨林100分，快点呛爆他！看一下，呜，我要比你还像台湾人，我怎么比你还像台湾人？是我吗？那姐姐要开到自动关机吗？不行不行，我等下要一趴的时候，我就会关掉，我就会马上关掉，会马上了，因为我现在会马上了，因为我现在。有点紧张，就是一直在想谁可以借我线。你知道我一直在联络人吗？我一直在联络说谁可以借我线这件事情。看一下我附近的身位朋友有没有线，或者说我等下去买。在倒数了，对啊，那好紧张哦！倒数三二一就完了。很紧张，快点回我！那有人借你吗？我现在在问呢，看我家人可不可以去买。25号，你这是想去看别人，你不要我不知道。我想他等下来我家，他就要送来我家。啊我啊！他刚刚骂我。旁边，我直接直播啊，直接没有我那么爱你 ，Jeff 还真的需要你了，你不能走，不要走。万火急，我打啦！哇靠，打太快！皮皮上，嘿嘿，我是……哦，不要再没电了。电了，不要。
我的时数还没有补回来。弟子欢迎，跟阿姨说拜拜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段在于你不在，然后团长命。因为我觉得那个他一直在审视干啥去，他要干啥，如果是聊天室我帮你撑着，直播我关了我就没了，就是请扔扇子 OK。 那我还要看你做给玉，晚上好，不舒服吗？我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下礼拜见。下礼拜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。我下礼拜是早上9点。我觉得等一下会有点恐怖。18名开始，18名是甜不辣的。15名是星期三孩子去爬山，谢谢星期三孩子去。12名是林振东，谢谢林振东。谢谢阿鲁。7名是金石阳，谢谢金石阳。6名朱莉安娜，不是朱莉安。4名是洛日，棒棒。2名是我们的嘎逼，谢谢嘎逼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家晚安。吃宵夜，我们明天可是有很重要的活动呢，怎么可以吃宵夜？哦，哎，是哎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会偷偷看一下。我下礼拜的直播是10月27号。早上的时间。我下礼拜几乎都是早上的时间。礼拜三都是9点，早上9点哦。竟然无法乱的。然后27、28都是早上9点，29号是这几天要，因为我还有30分钟要播，我看看我哪一24号的晚上，礼拜六可能会偷偷来播一下。5000补起来，我不敢面对这现实。开价，嗯。好吗？加油！晚安，拜拜。安家树晚安，9点我贼。安家树晚安，9点我贼。明天见，杨公公。拜拜，马欧良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
各位晚安，贝晚安，猫粮晚安，各位晚安，爱你们，晚安，晚安哦，阿鲁晚安，阿鲁。有种别迟到，我就不迟到，一分也不给你迟到。我跟你讲，我准点到。拜拜，玉凤宝宝晚安，诗涵晚安，礼拜六直播晚上就 OK。阿鲁晚安，应该都说了吧？明天加油，谢谢陈晚安。明天加油，谢谢陈晚安。佳佳晚安。